打电话后台两位乡长到位，运输咱徛这个走。龙兄平身，小万岁！踮在驾场所在，龙兄为了救门提督官职，驾场所在必须踮到为止，不可伤害上。小万，万岁啊！你观看，小细看，伊小弟称心情太重，金盔甲金甲，我来问你，你这是何道理？我没有讲过，讲我回家做袂赴，暂时甲三皇锁着。我唔知影讲，我的国庙讲话敢有准时？对，这是武侠的意思。伊讲哦，即卖人事人庙，我拢即种大师的啦，小师的都无啦，最主要甲宋太做笑，对，这武侠的意思哦。原来如此，官人孝代，既然回家需要时刻。出战事情就不再提起了。哦，两位强家准备比武来，准备来，第一刀。
就坐那边。对，医生，快跟我讲病了先。我怕变成，这个是我的总经，阿豪起来，好，掉了，全散了，全散了，好干部，好干部，安琪你嘛做差呢，你还是玩。读书上，两强好书像两枪子的，好啊！文道，地震了，不要上班。林林地，小看一下。好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你过来，来，玲玲，你面够高个呀，高好。玲玲，我有读个书，历史。安怎？王天华长得清。对。你也看，这个形体，这个面条，你把生死过两钟，怕死无不明。生死过两钟，我话都无声个。好，三只脚。安怎？你讲话那个细声个，你啦。我讲话就是正声。对。快点醉，再酒酒香，老醉老家好你啉。来，你无醉吗？挂了有醉啦。哈、啊，我的各位，如今心情太重，金快到金了，我爱让你上分。对啊，今天你后边坐啊久啊，你莫去等，我去。哈、啊，没请你老豆，你敢不敢？当然嘛敢。写好死死过年章，拍死无背命。需要什么？郭敬明，郭敬明，你等，你找来啊！你跋倒，我爱救的。来，救人一命值千金。你跟我斗三工，等因啊！我都有听到啊，洗洗滚两针，怕死无背命，对不对？你无爱对无？做袂到。好，我老公来等我，等我去睡。你阿坐，你阿坐，你跟我等因啊！等因啊，不要你别叮当，你跟我等因啊！我要跟你洗洗滚两针。拜托我。家庭闹卫生做，你找你的保证人啊？我你有什么代志啊？快点快点，我老啊，我老我未使啊，我无当在这亲像了咧，啊那无哦，还退休哦，得千金哦，拢无人啊，放弃啊，到时候你自己放弃啊，我保证你，能退我能退我，阿哥，我不跟你讲话，你找啊，无人啊咧，无人啊，阿健啊。我替你做保证人啊！你什么身份？我上当吼，未是公公。你看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如，我帮保证人，以你大度，我告诺会用。笑话呢？哦，真正我讲，什么气话？
面。你是什么人？身穿官袍，威风八面。你是谁呀？小姐叫我敲门，莫非你来给我做保证人吗？我名唤小玉，东初滚马，东初滚马。你跟我作动，是不是要跟我斗三工？我做你的担保人，东初滚马，代表你的身份有够，对不？蒋先生，蒋先生要断哦。我做你的担保人，做我担保人，哎呀你！完了，谢谢洪兄啊，洪兄。王天华不能改变，请我你先息滚两钟，滚马要跟我走，保证你。好好好，为什么我懂？用到五十别下了，下五十来。啊，多主张，我来。我们现在。